我们三代传承，哦，三代传承。哇，这染料是用什么做的呢？是板蓝根的一字，感冒的时候冲的那个板蓝根冲剂。对对对对。老师，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工序刻板，我们所有的花型都先刻出来，刻好了板以后就是花浆，把这个黄豆粉刮在这个纸板上。 我们蓝樱花屋上面的白色呢，就是靠这个黄豆粉来染不上颜色的。哎，这个染色从下面颜色深，然后慢慢染下去，它是青出于蓝的这样子一种慢慢的浅绿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个染完了之后，比如像您这个最后染成的成品，它洗洗，这蓝的地方的颜色会把这白的都。它是蓝的越洗越蓝。 白的越洗越白，它不会串，你看这个是我，你儿女婿设计的现代的蓝樱花布，非遗里的中国，定制版，我们的定制版，每人要给你们送一条围巾，谢谢。